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水气减少，天气稳定。啊，那南部温度上悬可能会超过36度，咱来看温度。风台马外已经离开咱台湾周边，对咱的影响嘛，豆豆变小。今仔日北部、东部可能会落地降雨，啊，那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。过到了后，中南部山区爱细致，可能会上雷公雨。温度方面，气象局预告北部、东部的高温是31度到33度，啊，那中南部是搁较热，尤其是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往山区的所在，温度上悬可能会超过36度。虽然风台即阵已经离开啊，不过沿海风同款是真透，大浪有2米遐高，民众同款爱注意安全。